进来。五、哦。吴小姐你好，现在啊，我帮你检查啊，你仔细自己看啊，你看，来，啊，左边那个偏高的，这边都高的啊、哦，嗯，就在塔尖上面。你拍近一点，你看他的内踝。内踝有没有往下掉的？来，我再点个，你看，尖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尖尖的地方。嗯哼。拉下来，嗯哼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嗯，位置这边比较下来，看这边是稍微下来一点，对啊、哦，嗯， OK, 来，下掉，来，再来看到脚后跟，啊、哦，你看他的脚后跟，来，啊、哦，脚后跟左边比较低，你看脚趾头。脚趾头，你看，因为不一样高，这边、嗯、这边比较高。因为你的裤子是黑的，你把这个白的放出来，对，这样才看得到，对。你看，有没有？你长短有没有？嗯嗯，有没有？一点点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差半公分了、啊。嗯。有没有？没有到半公分这么多吧？嗯、压下来就清楚了，嗯、这样子，差半公分左右。嗯嗯。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来看它的穴位啊、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就打开。会不会冷？不会。不会啊，你看，就不进来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，不太出去啊、哦。但是，你看，那边。